算是一种幸福。王菲呢，你享受那种做全职妻子和全职妈妈的生活吗？还是说已经有点腻了？其实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但是呢我又挺有责任心的，就是我就是所以这两个有点矛盾。比如说我当妈妈，比如说刚才都是上课啊，其实我也挺勉强的这每次去上课，其实我也不是说哎呦特那有的妈妈真的是为了孩子全心全意的付出，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其他的同学我看到他们的妈妈怎么做，我自愧不如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有那个积极性啊，那种我真的是不行，我其实没做到那样。哦，你现在挺好的，可以了，太过度了，可以了，就是，我已经自惭形秽了。嗯，你打岔，不许打岔。我说哪儿了？就是说有时候挺懒的，但有时候挺有责任心的。但是我呢，觉得我又不能说不去做有些事情，所以呢，也有时候也挺纠结的。但是我呢，就是说这几年在做这个全职母亲的时候呢。